希望那个谢亚轩的几个射手能够有表现。好，我 cos 这里有台湾 Iverson、蒋玉安，但是如果你要讲说台湾 Curry 的话，可能还很难选出来，不晓得哪些是台湾 Curry。哇，好垃圾！再来一个，反而造就了 Dwayne Howard 的单，篮下单手 slam dunk， 这边的快攻速度也非常的及时。改背，好像卢杰敏，卢杰敏他在云豹穿的是七号，今天参加全明星赛穿的是70号的球衣。好，在 Infinity 这里。然后来一个背后 pass， 谢亚轩跟阿修第一个 field goal， 等一下再等等哈，国王微加，阿巴西跌跌撞撞传出来，这次的三分球应该有了吧？真的，谢亚轩蹦起来这种旱地拔葱式的投篮，我想三分线啊，或者是说远距离啊，哈，你必须要很协调，哇，这个球够远了。所以距离是阿巴西的距离，阿巴西的距离。好，古毛这次稳稳的出手，古毛一次机会有了，加油啦！传出来，哎，有空档，谢亚轩，这次打铁。好，自己带球要过半场，要直接打了吗？哦，传给蒋玉安，声东击西啊！对，拿我的助攻。相不晓得易杰有没有感觉？我觉得这一次的明星赛，真的两边的球员都打得非常的享受了，这个整体的氛围真的是很棒很棒。拿捏的没有找到队友，对，毕竟两个人不同队啊，默契也还需要花个一点时间。哇，这也是空中第一时间，这个是我想要看到的。Rubber option。灌一个，像重金属的乐手哦，光哥要准备出招喽！哇 ，Beyond 这边要4-5换5啊！命中率蛮高的，发生了失误 ，Beyond 这球想要收理失误也来不及了，飞身上了连拿5分。阿巴西要飞进来挑战 Howard， 受到干扰了，有在防守哦。对，两边的节奏真的打得很快，哎呀，是要做球了，哎呀！一号的谢亚轩哦，有机会可以变成台湾科比。那曹俊相的话，可以算是加盟瑞了。在这全场包夹，哇，光哥真的有出招哎！这球甩出来有个空档，蒋玉安的三分球精准命中，都取分。对。比赛还有4分钟，第一节在终了，已变得已经拿32分了，所以这会变成是一个 NBA 明星赛的分数，160分吗？重点现在是要能够守住啊！哦，声东击西的传球，艾德把握住了，比赛所以让他有时候要打控球。艾布摩真的没有在给面子的，我跟你说内线哈，嗯，来喽，今天的第一次出手 ，Oh my god！我必须私心的说，艾弗伯是我现在在T1联盟里面最喜欢的洋将。哇，好，不要太急打了哈，会越输越多。啊，硬把胡荣茂撞开，一个三分球。艾弗伯也来个超远的。他好像很喜欢和平篮球馆，打在篮板上面，找不到艾德，跟Beyond的反击。拿了就起，就进，这个三分漂亮，哇，稍微比较大一点点。哦，艾德立陶宛籍的坦克开进来了，进攻计时器被拿掉了，剩下最后的7秒钟结束第一节，但艾弗伯是不是自己要打掉了？面对简伟如，果然单脚的出手，妙投进，拉下篮板再起，时间还来得及，哇嘞！都有想要秀的这个意思啦，但是还关系尽量秀，对，尽量秀。哇，连砍两个三分球了，然后担任球评、担任裁判跟担任球员。啊，先看小安这一球，神偷，小安要过，哎呀呀呀，抓紧过来，比赛要看，所以踢完这里不能输。好，艾弗伯盖完火锅，这个三分球再进一个，艾弗伯，马龙来了，哎呦！灌篮大赛灌得还不够啊！假动作给进来，Howard，哦，大猩猩灌篮，
刚才有跟 David 聊到，就是印象最深刻的一些。我印象最深的还是Jordan 的最后一季，然后 Kobe 终结掉他的 MVP。准绝杀，然后在香梅瑞面前投进了，对吧？是室内线的明星赛，是的，没错。库萨斯也来难得的投一个三分球，哇，进，太可怕了，常人都拉出来投三分。也可以看得出来，阿巴西在这个明星赛他真的打得很用力，可能原本要参加灌篮大赛没有参加，现在体能非常饱满，哇，古毛也补一个三分球。今天比昂队少了阿巴西在场上，我觉得反而突然觉得找不到一个进攻的核大赛。哦，这种花式上篮也蛮好看的，双塔的搭配，立陶宛连线，打在篮筐的后面。哇，今天阿巴西跟马龙都有这种看起来动作非常狂野的灌篮，可惜都没有灌进。哎 ，Infinity 这个团队，你看他们现在就有三个这个外籍的球员，所以实力上还是有差。Dwayne Howard。让比昂投击三分球，撞过而出。是很大了，因为要追上来的难度很高。那因此，通常也都当然都是获胜的球队才能入选所谓的明星赛的 MVP， 很融洽。然后在团队里面，对团队里面蛮需要这样的人。嗯，刚才中场练球的时候，看到艾夫伯很认真的在那边练投射，然后阿秀罗过来跟他讲了一些话，感觉好像是那么不要那么认真，认真磨人。来个后撤弧的三分球，这有难度哦，一富人啊，对。为安全起见，用双手灌篮，好的，来吧，哎。如果按照他们上半场的节奏飙到160-170，真的不是不可能。对，好，第三节终了，待会就要启动这场比赛的目标得分制了。Oh my god！ 如果是艾弗伯手感的话，这目标得分制22分，他可能一下就达标了。他可能两分钟之内帮你结束掉。好了，这样的传球被干扰了一下，力真的太好了。哦，不错不错，简伟如。陈伟如超截之后，球传马龙，好，我又来了，运过半场，又是一个运球，又要拿分哦。好，来，闪现快攻，西部人。讲这两个洋将的类型还蛮类似的，都瘦瘦高高的，然后都很会蹦。哇，又来又来。好，我觉得段浩文应该会要球要回来。不拍，没有落，但是最后还是用灌篮来终结。今年 T1 除了洋将以及本土球员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看点就是新人。我们今年的 T1 各支球队，其实包括到我们的古毛、子轩，然后甚至到曹勋翔，其实这几个新，其实你硬要说有四个中心特工了也行啊，因为过去马龙也是中心特工，没错。剩七秒的进攻时间，硬拔的三分，哇，顺了。拉到深处无怨尤，谢亚轩。打打小，打打小，同队的别打了，传出来，三分比较快。哦 ，MVP，MVP， 对 ，Howard， 三分球没有投进。好，艾弗伯来了，这球应该歪了，还是进了，真准，哇！变成了个人秀。Robert 也拿了34分，反而是目前是全场最高吗？哦，没有 ，Dwayne Howard 37分，艾夫伯这边也会是37，结束也是37，比赛结束了。这个阿伯，这个阿伯太厉害，这个阿伯真的很厉害，太厉害。179-124拿下了胜利。那 Dwayne Howard 在全场拿下了37分。赛后，我们马上就要访问到 Howard 今天的这一场比赛，看到这么多的球迷进场来看你的表演，有没有什么话要来跟我们的球迷说的？一开始第一个问题。Taiwan, I just want to say how grateful I am to be here.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out and supporting us in our first ever All-Star game. This means so much to me and everybody else who played.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 and we love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对，那 Howard 在这边感谢 T1 给他这个机会，可以在这边可以展现他的球技。对，那也很谢谢台湾的球迷来支持他，非常感谢。好，非常的开心哦，这么多的球迷进场，不论是支持 Howard。或者是一起来欣赏我们 T1 联盟的明星赛。那当然呢，哈维今天哦一整天从三分球大赛，然后接下来到灌篮大赛的评审，到参加我们的正赛，可以请哈维来分享一下，有哪一个时刻让他印象最深刻吗？今天一整天。The whole day was amazing. You know, this was our first All-Star game here in the T1 League.All of the fans came out to support us. My teammates were amazing. The coach was amazing. The other team, even though we won, they played extremely hard and they made it fun for the fans. So this was an awesome experience. Every second that we had today was so beautiful. So thank you guys so much.抽不出来，今天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很好的一个经验。对，那从教练团，然后他的队友，到今天整场比赛下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 All Star。他非常感谢台湾，非常感谢球迷。那当然呢，后来谈到的是非常感谢，不论是 T1 的联盟，那甚至是所有球迷的支持。所以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想知道 ，Power 会留在台湾打到什么时候呢 ？How long are you gonna stay here for?I don't want to leave. I love it here. 他目前是没有想要离开的意思，对，他想要待在台湾，对。现场所有球迷，再用最热情的掌声献给我们的 Dwight Howard。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的赛后访问。